弟兄姊妹平安，祝福弟兄姊妹今天身体健壮，灵魂兴盛，凡事顺利，并且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你在 QT 的时候能够有神的话语能够供应你的灵魂，让我们的心灵一天比一天刚强起来。撒母耳记上十一章一到十五节，亚门人的王拿辖上来，对着基列雅比安营。雅比众人对拿辖说：“你与我们立约，我们就服侍你。”亚门人拿辖说：“你们若由我剜出你们个人的右眼，以此凌辱以色列众人，我就与你们立约。”雅比的长老对他说：“求你宽容我们七日，等我们打发人往以色列全境去，若没有人救我们，我们就出来归顺你。”使者到了扫罗住的基比亚，将这话说给百姓听，百姓就都放声而哭。扫罗正从田间赶牛回来，问说：“百姓为什么哭呢？”众人将雅比人的话告诉他。扫罗听见这话，就被神的灵大大感动，甚是发怒。他将一对牛切成筷子，托付使者传送以色列的全境，说：“凡不出来跟随扫罗和撒母耳的，也必这样切开他的牛。”于是耶和华使百姓惧怕，他们就都出来如同一人。扫罗在比色数点他们，以色列人有300,000，犹大人有30,000。众人对那使者说：“你们要回复基列雅比人说，明日太阳近午的时候，你们必得解救。”使者回去告诉雅比人，他们就欢喜了。于是雅比人对亚门人说：“明日我们出来归顺你们，你们可以随意待我们。”第二日，扫罗将百姓分为三队，在晨更的时候入了亚门人的营，击杀他们，直到太阳近午，剩下的人都逃散，没有二人同在一处的。百姓对撒母耳说：“那说扫罗岂能管理我们的是谁呢？可以将他交出来，我们好杀死他。”扫罗说：“今日耶和华在以色列中施行拯救，所以不可杀人。”撒母耳对百姓说：“我们要往吉甲去，在那里立国。”众百姓就到了吉甲那里，在耶和华面前立扫罗为王，又在耶和华面前献平安祭。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大大欢喜。第四节，使者到了扫罗住的基比亚，将这话说给百姓听，百姓就都放声而哭。亚门人威胁亚比人的目的，其实是为了羞辱以色列人。那么百姓听见这个威胁的消息的时候，结果就是放声而哭。这让我们看到群众在没有人领导的时候的反应，就是害怕、哭泣，然后没有方向、不知所措。但面对危机的时候，其实这时候很需要的就是有一个领袖。所以当扫罗登高一呼的时候，他们就如同一人出来，有33万的大军，就变成一个军队。这里让我看到，就是群众是需要领导的。今天大部分的人都是群众，群众没有领导的时候就是一盘的散沙，所以也成不了气候，就是只害怕、喊叫、哭泣、慌张，也没有任何的方向。可是当一个 leader 他起来领导的时候，你看这一群哭泣的百姓就变成了一个耶和华的军队。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个事实，就是这个时代是需要领袖的，而且大部分的人是茫然而不知所措的，在面对危机、在面对一些挑战的时候，他们需要有一个人可以跟随，所以领袖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这里我们也看见，
真的今天的世代里面真的需要有属神的领袖能够兴起，我们真的要祷告教会里面需要领袖，那么教会的领袖也要成为在职场上在各个不同的领域里面也要成为领袖，在企业界，在政治界，在文化界，甚至我们在演艺圈，我们也需要基督徒的领袖能够兴起。因为只有当领袖兴起的时候，才能够在危机的时候带领百姓能够渡过难关。我们需要有真正能够属神的领袖在各个领域里面能够兴起。那今天台湾这个时代，我们真的发现你从粉丝文化就可以了解，因为没有领袖的缘故，你看年轻人就非常疯狂，那些明星啊、歌星啊、影星啊，就机场接机啊，一堆子人在那边簇拥，然后好像这个时代里面就是缺乏一个刚强的领袖。我心里一直在祷告，我觉得今天在教会里的弟兄姊妹每一个人，你在神的国度里面你是领袖，那不仅你在教会每一个人要成为领袖，其实还要更进一步，就是你要回到你的职场里面成为领袖。当大家慌乱，当大家遇到挑战不知所措的时候，我们是有神的人，我们是有神的灵在我们身上的人，而且我们也是有神话语的人，我们应当可以在这个世界里指出方向，我们应当可以在这个困难跟危机中间，在你的家庭，在你的职场，在你的服事的地方，你应当可以在这个地方靠着神的灵，靠着神的话语，你可以勇敢地指出方向。到处都需要领袖，因为许多的人其实是非常渴慕能够被领导的。所以我挑战每一位基督兄姊妹，每一位基督徒，你要看自己是领袖。特别是今天这个时代里面，领袖不是跟大家一起哭的，领袖是在每一个关键的时刻，他可以出来，他可以指出方向，他可以登高一呼，他可以把许多的人能够鼓励起来。所以今天就让我们看到这个百姓都在那里哭，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你看到就是没有一个领导的光景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光景。但基督徒领袖不是哭的人，是起来领导的人。扫罗听见这话，就被神的灵大大感动，甚是发怒。危机对领袖来讲其实是一个机会。扫罗听见的时候，他不是哭泣，而是发怒，因为神与他同在，神的灵大大感动他，甚是发怒。扫罗的发怒是被神的灵感动的，不是血气的，所以他把一对牛切成筷子，就送到全国去。那么神使所有的百姓都惧怕，他们都出来如同一人。我想这就是神的工作，这也是神使用扫罗的工作。领袖对危机的反应总是对跟别人是不一样的。领袖被圣灵充满，那么带着很强的能力还有感染力，不是在血气中，乃是在神的同在里面去激励百姓，使他们能够团结起来，在神的带领之下能够成为一支军队，那么带来合一，能够打败敌人。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其实每一位神的儿女都是一个属灵的领袖。你成为一个领袖，是上帝对每一个基督徒的呼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神的领袖。那么神真的是对你有一个期待跟命定，就是在你的职场上或者你的家族里面在你的生活的领域里面，邻舍中间，你要起来做领袖。特别是当这世界纷纷乱乱，没有方向，很多负面消息的时候，其实基督徒领袖要勇敢地站出来领导。那么靠着神的能力靠着神给我们的话语，然后能够鼓励，能够激励百姓，能够团结起来，一起面对挑战。其实今天我们非常期待在这混乱的时代里面神的百姓起来做领袖。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第一个让我看到，就是领袖不是坐在蹲下来哭的人，领袖是起来，有的时候甚至是发怒的时候，有些事情我们不能不发怒的。就像最近我们谈到
这个同事议题的问题，有些事情不能不发怒的，你不能没有反应的。我们也相信这些的愤怒是从神的灵感动我们的愤怒，而这些愤怒能够凝聚，能够感染，能够带动整个神的家啊，整个世代，整个社会能够一起凝聚起来，去回应神对我们的呼召。我觉得今天真的是一个需要领袖的一个时代。谁是这个时代的领袖呢？我觉得就是教会里的每一个基督徒。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应当趁着还有今天这样的时光，装备我们自己，让我们有一颗刚强的信心，能够依靠神的能力，然后里头要有神的话语，在每一个危机来临的时刻，那个这个时候神的儿女就可以跳出来了，那么去领导这个时代。我相信这也是上帝给我们今天的呼召，所以让我们彼此勉励，一定要做领袖，不要坐在地上哭，让我们带着神的能力，带着从神来的感染力，然后呢，在危机的时候，其实也就是对领袖来讲，每一个危机都是一个机会，让我们能够证明神的同在，让我们能够彰显神的荣耀，而且更重要的是，能够带领我们身边的人能够度过所有的危机，让神的名字可以得到荣耀。这时候我们可以一起，我们低头来祷告。天父，要为所有的基督徒祷告。主啊，领袖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主啊，特别是在这样一个混乱的时代里面，求你帮助给我们每一间教会，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一个使命。我们是要起来领导的人，我们不是在那里哭泣的人，我们要成为刚强，能够带领百姓，能够突破难关的人。我们要起来领导，在这个时代里，为这个混乱的时代指出一条出路出来。求你祝福神的教会，祝福弟兄姊妹，成为一个刚强的领袖。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